こんばんは。ダダオンアンダ。稍等一下，我吃个东西当中。可以看个片头动画好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魔幻神》。魔界神ドリアン。啊，今天比较晚一点。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魔幻神多多利亚。基本上他是叫赵丽翁啊，魔幻神赵丽翁。等一下哦，哎，各位晚安，我是阿可。哎、欸，大不会，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话主要是介绍这款 PlayStation Vita 的《魔幻神多利利翁》。多利利翁，哎，拍谁？刚念错了，多利利翁。然后台湾这边把它翻成《魔幻神赵丽翁》。
那这款游戏的设定，其实如果之前有玩过，就是像《魔界战记》Disgaea 是不是？的话呢，其实那个设定应该是同一个画家画的，但是我没有去查说那个画家是谁，真不好意思。不过呢，这个设定其实喜欢这个风格的玩家应该还算蛮多的。对，然后这款游戏比较特别，是它算是 simulation 的 RPG 嘛，但是它有带一点养成。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实际上做成手机游戏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的 UI 的界面啊，其实有一点像我们普通在玩手机游戏的 UI 感觉啦。那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封面哈。然后我前几天好像有秀给大家看过，不对，魔改神多力量的呢。那这款游戏的话很特别，就是玩家扮演的还是魔王流。那魔王破坏神下面有很多不同的魔王，然后你要藉由培训的方式呢，把这些魔王打倒魔界里面的破坏神，是不是？类似是这样的游戏。然后这款游戏基本上有对应 Vita TV， 所以就可以直播给大家看。啊，我是有玩一下下的，那后面的阶段我就不晓得是什么，所以可以看一下。Rush。哇，我突然傻掉了，对。其实它里面的游戏设计其实还蛮有趣的，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因为突然进去的话，可能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其实这款游戏很特别，就是玩家是可以扮演那个魔界中，就是有一照邪量的赵丽蓉，我要把他打倒。然后大魔王其实是后面，就是你要把他锻炼起来，然后把那个赵丽蓉打败才行。对，我刚刚讲错，应该是赵丽蓉是个破坏神大魔王。对，然后我前面玩的是很特别，就是说那个魔王本身的话，他谐音是叫 Diablo， 人是破坏神，可是他其实有一个哥哥，就是亲兄弟的哥哥，然后也是魔界里面的长子，但是魔界之王是由他弟弟所继承。结果呢，就是因为在魔界中出现了这个破坏神之后呢，这个破坏神跑去打，这个魔王呢跑去打那个破坏神，结果他哥哥就为了他就丧命，被那个魔赵丽蓉给吃掉。对，所以玩家就是要扮演那个魔王的那个死而复生的魔王，因为吃掉以后，其实魔王他自己也被死掉了。然后最后是因为被一个召唤者的家伙给召唤之后，把他的肉体复原。所以呢，游戏中呢，玩家不是扮演操纵这个魔王，而是操纵魔王他下面的一些人来帮他达到一些目的。这样，游戏的设计还蛮特别。そうですね。嗯，嗨，こんばんは。嗨，怎么回事？是不打日文不行啊？不用啦，中文也 OK 啊。对，日本语对应，但是你如果不想用日本语也 OK。嘿，まあ日本語もできますけれども，我如果讲日文，大概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这样也是 OK 的哦。Katy 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感谢你抽到你的生日快乐了，感谢です。那我们今天是要玩这个多利翁，然后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女生，她也是其中之一的魔王。其实你一开始在玩的时候就可以先选择，好像四个还是五个。啊，我是选这个火之魔界的魔王这样。所以呢，后来先来个修炼一下好了。よく来てくれたな。お召しによりラゴン参上いたしました。ラゴン？魔界が天やわんや。元気そうで俺も嬉しい。这个 Zeabolus， 这是魔王，就是魔界之王。对，他本来是帅气的那个脸，但是就是被那个大魔王给干掉之后呢，他的肉体恢复就恢复一半，所以有一边是被封起来，手脚也是这样。
有点灰暗ですよ。嗯，好。頼もしいな。と今後お前たち二人で。魔王の女大魔王。所以呢？確かお前たちモテると。あ。お。お前。魔界。看一下他的。それは修炼可以干什么？修炼你自己得，嗨，关于修炼，进行修炼就是可以把能力进行 up， 然后将可以入手必要的经验值拿。修炼可以分很多种类，依照种类不同，可以得到经验值也是不太一样。切记要记得就是 skill 的部分，如果要上升的，要考边考虑上升的一些参数，然后进行修炼。然后上面有个魔王的 icon， 有一个修炼，那就是我们就可以帮魔王进行修炼的辅助，这样，嗯，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类似像合成之类的东西吧。看，这根本就手机游戏嘛。好，得到新的力量被觉醒了 ，active 一点突破等级一，嗯，哪里水？话说实况还是生日还实况有点辛苦，啊，真假的？所以一定要还是我要改语言的关系啊。Broadcast language mob 是这个吗？好，我这样试试看，应该是大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嘞。嗯，嗨，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感谢你的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好，然后就是跟我想象有点不太一样，我以为它是动作游戏。天哪，它只是在地图上走格子而已。所以呢，它还是一款战略型 RPG 游戏。我捏死你！就是可以帮他补千仞之骨。再修炼一下。哎，国建晚安。中文还是可以的，嗯，我蛮在。其实我后来，我刚刚有改一个叫什么 Bokes 什么，那边原来是限制输入文字就对了，是。现在应该是不会了吧？打开看看哦。国建，感谢，谢谢。这个修炼无限炼成。会增加疲劳度，所以你就是要锻炼魔王的。よろしくな。おいで。いいじゃん。超大成功！这根本就是手游嘛，按一下就修炼完成了。今日も一日頑張ったぜ。好，哦，浪费掉一天了。哎，欸，banana sang， ありがとう， thank you， 感谢你的生日快乐，嗯，感谢大家在我的生日这一天来收看。我本来昨天想直播啊，但是实在太晚了，所以我还是放弃，嗯，因为我在看魔力小马，哈哈哈，啊，真的假的？廖哥他要在节目中说再见是什么？他不再上节目了，还是说他要在幕后，还是他不做了？靠，不要吧！廖哥是奇才耶，对啊 ，Vita 版的手游，这款游戏超香。巴达达晚安，感谢你。哎，崩呀死你！好，试试看。这游戏有点像养成呢，对啊，你就可以用在限定的时间里面，然后锻炼你的魔王，然后也可以休息，还要转蛋。看，这根本就手游嘛。而且这游戏是他妈超贵，你知道吗？这台湾代理版还要1600多块哟，吓死人！对啊，但是千仞之骨试试看，修炼武器是不是？哦，よく来られた。进入谷内挑战一下，一次要花5枚，不太想。真的，啊，廖哥历史哦，欸，なんで廖哥，
我之前在那个节目中跟廖哥互动，我觉得他是个蛮有趣的一个家伙，是吧？对啊，真的是有机会，其实还是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同台合作，你知道？他讲话又很有意思，然后也真的是一个很爱玩游戏的一个电视人呢，厉害！每次都被弄所以不干的。不会的，廖哥他不会是这么小气的，当然心胸宽宏大量的了，真的吗？なるほど。耶、yeah ！我现在每个能力我都点点看，嗯，能力的话是可以升他的情报，哦，各种的攻击范围，对不对？可以强化哎、欸，但是要花好多钱哦、喔。Defense。我好花钱呢、欸、，ATK， 我要乱加一通，300,000，我到底多少钱？我现在是欠钱，借钱是不是？反正最難を発揮します。いや。よし。キャラクター。啊，真的、啊？你说想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是指廖哥是不是？还是？哎、欸，マジで？真的吗？モトルステラスゲームセット。研究室，我怎么不能用？大魔王的房间，看一下可以干嘛？多多利安情報，休息。天哪，这游戏基本上是个养成游戏。一天要过去啦。なんか眠そうな顔してんな。我想要去打怪呢。よく来られた。好，进入谷里看看好了。六，メタル一，好贵哦，超贵的。120,000，感觉好像这是不是借贷的意思？取得金币一览。よく来られた。道具，健体就是补血吧，没什么效果。你是被挖角。真的齁，其实台哥真的也是蛮厉害的。我的你妈妈的别的。哦。哦。一天又过去了。这个魔王会不会太无聊哦。哦。我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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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なたに渡した覇王の指輪もそういった研究成果の一つ。あの指輪はトリリオン。そういうことな。では武士と一緒に研究。バフォメットや当時の戦い。助かるわ。使えるものが出いいだろう。無駄にはしない。承知した。他何か欲しい。部屋と資材に多少の贅沢ぐらい。で、今日はどうすんだ。真的了。いらっしゃい。これでいい。強化武器。よし。これでいいかい。これでいいかい。那二。これでいいかい。还是会赚钱的呢。哇，没有任何东西。哎呀。よく来られた。参加一下。千仞之谷です。没办法，就是要综艺节目，大家才觉得新鲜有趣。像我们的日本大有名，多么不综艺，非常的游戏，单纯的游戏直播。哦，要打。关卡给大家看啊，嗯，还有呢，我们日本大有名的粉丝团现在是990几个人了，看你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拉到突破1000人好吗？就当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好了，就会感谢大家这样好不好？那库尼完全都没有在帮忙拉的混账东西，做的超辛苦啊！啊靠，打错边，尴尬。哎，靠！小兵就要干掉了。可惜。Hello， 晴光，晴光晚安。哎，很专业哦，很专业，但是不是这么的有趣啊，只是打电动而已嘛。然后 game 拉赛啊，哎，无限修炼。これ設定可愛いですね。お前は何を気にしているんだ。好長の笨蛋毛。集中して望む。大丈夫だ。え、永久晚安。動体視力と瞬発力。え、で、我今日生日。え、でよ、谢谢。それは超屌的、那根本完蛋了。我最不会玩这一类型的，我还给他买回来，白痴哦。那应该是养这些角色养错的话，大概就很悲剧了。看有没有很会玩这个人指导一下，我超级不会玩养成模拟。God damn！ 有事吗？有事。还花了六枚金币，然后就错赛，吃拉面还是吃咖喱，还是牛排跟上等特寿司？干，今天我生日，我要吃牛排。有事。哎呦，いいね，可以。よし。よし。剑子获得斗技加30%。得到新的力量觉醒啦。这是 passive 的节约上手 level one。じゃ、お疲れさん。考虑在 Nico 开台也是可以啊，但是我要开这么多台到底要怎么处理、啊？嘉玲最呆，退去，然后 Nico 这么亏 ，Nico 有没有人要看我们的台？我还是个疑问呢。哟西，上升可以啊，我们有考虑，这个我会跟库尼再讨论看看。嗯，这是不要胜，各位同学，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点什么升级好。刚刚如果神教就是
defense 加多一点就对了。那个钱到底是怎么看的？为什么 defense 加100？好，先这样交流一下。那那大魔王，たまには気分転換したいぞ。啊，说红酒你也试做哦，いいね。たまには違うことしたいの。放这一个音乐之后查攻略。放个音乐之后我就把这边卖掉了，对。少し街に付き合ってくれないか。トリリオンが来るまでは久々に行ってみようと何を。あんたと二人で街に出かけんの。あ、そうだな。だが以前に比べて街に活気がない。其实啊，这个《赵丽蓉》这边游戏里面的故事脚本写的真的不错。它如果中文化，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买单，对。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游戏基本上蛮多人都会喜欢他的角色设定。对啊，也很好玩。玩家扮演的是魔王，但是魔王却没有办法去打，他要派下面的人去帮他完成这件事情。这件设定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啊，啊，真的，我是玩这种游戏玩非常的广，什么都玩就是。还有呢，我跟库尼目前定义我们的日本大游民节目，就是把最新的游戏介绍给大家，这样，所以很多新的 game 我们尽可能有入手的话就直接一手跟大家介绍，像上次战国巴萨拉买了又马上回家直逛跟大家互动。嗯，对啊，下一次其实呢，我前几天有讲过，就是我们的游戏其实最近我还是有买新的。对啊，这边就是刚刚那一片嘛齁，然后另外一片是这个绝对绝望少女的时间，国内中文版的时候，这个到时候可能在大游民的时候，到时候会介绍给大家。哎，麦卡贝的直播吗？礼拜五的时候，对。然后呢，我今天有买一个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但是这东西不能告诉各位，到时候要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嘿，呵呵，我自己还蛮开心的一片游戏，但是好不好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意外的收获这样子。哎，一呢？比卤蛋还快哦，嗯，会晃我怎么不会的？跟邓来爬，大概东升第一句，你知道？这个游戏其实没有说立刻买到了，今天这赵丽蓉其实跟巴沙拉同一天，我真的忘掉，不然我就应该同一天我把它买下来。对呀，对呀，花费败一笔那个倒是还好啦，我觉得能够满足各位喜欢的这些需求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对吧？就我们希望说，来看我们直播的人都是很喜欢玩游戏的一群族群这样。那你如果是要看很搞笑，然后讲一些比较偏综艺类的那一种直播的话，我这边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族群，有可能，对。偶尔就是可以慢慢吞进，就是怎么讲，沉淀一下心灵，然后玩玩看这种，体验一下这种游戏直播的节目也是不错。そうだよ。我赢过卤蛋，我只赢买游戏的速度赢过他而已，好不好？直播人数还不行，还差蛮多的。不过我觉得也是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喜欢我们日本大游民的这个观众呢，可以继续收看我们的实况。嗯，不过我跟库尼真的是很用心良苦啦，但是能不能做到最好，我不能保障能够满足到每一个人心里想要的一个节目的主持方式，不过呢，原则上我们是尽可能满足各位的需求，好不好？哎，哦，其实有时候你那么，我想说我在这个啊，真的假的？所以我要戏是早就在我手上先看过就对了。我的速度比较快，是不是？我刀破台耶！你知道吗？之前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啊，其实库尼他也是玩游戏很专，然后会一直打到破台的那一种人。但是呢，我发现他只会对太空战士有这种热情。妈的！还有一遍呢、啊，叫巫师啊，巫师也可以。他要很哈扣那种 game。啊，偏偏呢，
这一阵子又没有出这种游戏，所以他又回去太空战士的混账东西。所以一般的话撑台大家都是我来撑的，没关系啊，对吧？哎呀，新的游戏的话可以介绍给大家。那我的特色就是有新片会跟大家介绍这样。哎呀，那各位就不用担心买片子的问题，因为买游戏片基本上就好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好像我每天要吃饭是差不多。应该说跟看报纸比较像了。我在接收，因为我本身做游戏的这个行职业，所以很多游戏的薪资我必须要知道，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必要的学费吗？嗯，就互相了，那个，嗯。结果变成我在攻略整个游戏到破台是怎样？库尼，给我回来！新游戏资讯的话，我其实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巴哈姆特网站。巴哈姆特其实蛮详尽的，你只要去查它上面那个发售时刻表，已发售跟未发售，大概就会知道哪些游戏会发。他们整理还算蛮完整。哎呀，那如果是其他的一些平台来讲的话，可能我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对，我都在巴哈看。以前看杂志，对啊，以前杂志都看那个封面后面的发售表是一种乐趣。对啊，就哦哦，这个下个月会发耶，对啊。现在网站一查嘛，随便随时都可以看，还不用钱。对啊。哦。一応言っておくが。日本大有名，大好き。日本大有名，还日本大有名。嗯，谢谢你。感谢收看我们的日本大有名。我是阿苦，请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我会学日本人讲中文。对。哦。这游戏。从头到尾一直在修炼，跟我一开始玩的游戏怎么不太一样？战斗在哪里？战斗在哪里？什么时候会战斗？真的吗？我怎么开始说？我也不知道啊。哦，是说这个会呢？这个接广告，大界大家都这样。这个下一位，这是他的捏他吗？每次都学挂壳。不过那个 Nendo 上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搞笑艺人，我觉得他很不错，请大家也多多支持粘土大姐，好不好？对啊，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去他餐厅吃东西呢，改天呢找时间过去那边吃一下。嗯，大家好，我是粘土大姐，哎、欸，大概每次都这样。糟糕，我很会 mono money 呢。啊，谢谢。能的呀。疯掉！这修炼很久哎，拜托，一直在修炼。哎、欸，小精灵，为什么换一个人变木头人了？难敌啊，初级哦，要战斗了哦。干，可是我都没有升等呢，先升一下好了。初级啊，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吧？我看一下哦。至少升到100好了。嗯，几把 ？Defense， 这买个几把好啊？没钱啊！啊，好，好，极限值。哟西，这个给。嗯，对啊，大界的搞笑方式很像日本人的搞笑方式，对、啊。库尼一开始学中文不是这样讲话，他都是非常慵懒的。那个，嗯，啊，算了算了、嗯，他每次都会讲到一半，然后突然要讲，比如说，哎，库尼，你最近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啊？啊，都，嗯，啊，没有啦，随便随便，每次都接话都接不起来，我跟他一组一组，我都快要疯掉了。
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应该会注意到，可是这是他的风格了，对啊，搞不好就是会停半天，的那一种，哎，超诡异，没有人告诉他敌，哦，好，敌人出现了，靠腰，啊，我要扣钱了，哦下，这个摇摆，那是扣钱呢。这不能斜上打吗？哦，可以看一下正面，嗯，这个娃娃还蛮可爱的。糟糕，第一个，哇，阿哥还没打就死了，怎么玩？这游戏不能乱走。我没要认真了，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 ？Oh my god, what the fuck?应该有很多玩家现在在看这边游戏，已经看不下去了。这个人到底要玩什么？会不会玩？会不会？不会，嘿，我没样子。糟糕。一般应该是先升 ATK 跟 DEF 哦。对啊。这样子的话，那个魔王就输了而已，是。あなたたち、そう、あれはそんなに強いのね。そんなに戦いたきゃ、五条だ。哦，这游戏不能讲是雷哦，真的会被人家电。因为我相信有他有广大的粉丝群。要说是我不会玩，是我太逊了，好不好？真抱歉。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他们会专心的在看这个对话的内容，真的。发现我跟你讲，我玩那个有关于策略模拟类或者是指战略类的这种游戏，我真的玩的超级差。我一直很，我对于提升那个什么建筑或是人物能力的这种游戏，我非常的没有概念。跟数字相关的这种，我真的超没有概念。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例子，就是我以前在玩那个什么《世纪帝国》，很早以前。那《世纪帝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升兵，然后你要把你的城池建构起来，然后制造一些兵器跟部队去打别人的国家，对不对？哎，然后呢，我每一次呢，我都会把《世纪帝国》完成模拟市民，你知道吗？模拟城市才对，对。我会盖很漂亮的那个花园，还有很多植物啊，超漂亮的。然后想说，哎，这样子好，我再慢慢的再把一些兵练起来，然后等我把那个花圃种超漂亮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从其他的地方冲过来，瞬间秒杀，然后马上变成一片火海，我整个都脸都涂掉了，好不好？超扯的，哎呀，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太适合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对，我比较适合玩种花种树，然后不要有任何干扰的那一种，我可以玩得很开心，但是我玩那个又会想睡觉，嘿，对。机器人大战会玩呢，只是那种要走步数策略性跟主要是那个角色本身要提升能力值的内容，如果过多的话，我就会 confuse。对啊，我会有一点点疑惑这样子。这是我一个比较逊的地方，我懂。早知道我就实况快闪旋风，宁可被电，也不要被人家骂不专业啊！可是就不会，拜托，欸这个游戏我真的玩的就很不专业，不好意思。哦，即时战略好玩，但是真的要管的东西太多，我脑袋没有办法，整个思绪在很快的时间内整理清楚。可是即时战略这种东西，你脑袋就是要反应够快，然后速度要够敏捷，打法要够扎实，对。不是随便种种花花草草就可以过了。快打加一耶，对。戦闘経験者。リリス様。如果有喜欢那个魔坏神赵丽翁的歌，玩家跟大家说抱歉，我这个游戏真的不太会玩，所以你就当看一看画面，然后走一走，好不好？超级苦手的。对啊。世纪国真的好玩了，对、啊、很早以前游戏，但是后面有很多，比如说像后面是魔兽争霸、星海帝国这些都有打，
但是呢叫星海争霸，说错了。但是我都玩的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喜欢玩的。对，被他灭掉我也甘愿嘿。反正前几关会打一打，把魔王那个 AI PC 电一电，然后后面我就收起来了，因为就要被电，怎么打都打不赢，混账东西。糟糕，赵丽蓉的对话真的太多了。现在你看画面看到啊，左边是魔王的姿势，对啊，他是叫巴丰特呢，你会注意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山羊头的。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几个娃娃都是魔王下面的手下，他们也是魔王，这样就是大王下面的几个不同区域的魔王。但是呢，讲魔王归魔王，他们的样子还是超萌的。嗯，像左边这个笨蛋毛也是两根出来，不错，呆毛呆毛ですね。しかしまさか大魔王様。这个巴，这个日文念作パフメド，巴丰特的球，他们。いや、かまわん。也很像，他头有点像羊的头。その気遣い。大魔王。然后他对大魔王是非常忠心耿耿的。一度は滅びかけた。もうやね。大魔王であるゼアボロ。しかしリリス様。こら、あの時とは全部可能。魔王たちよ。ペロペロ頑張れ。从左边算过来，全部都是魔王。中间这个超可爱，他都叫我逆讲，都叫魔王叫哥哥。这明明是紫色的马里奥。什么东西？你说那个坏利奥，紫色的马里奥，真的有点像。我最喜欢左边这个。阿修梅利亚，巨牛です。デカバイです。嗯，いいね。心配しなくていい。对不起。然后右边这个魔王，他一天到晚都是很想睡觉的样子。みんな。对。何言って、魔王がトリリオンに勝った。对，一看就是有点撑腿的感觉。もちろんだ。遠慮は。あんたって、あん。よっしゃ。意見がまとまった。ペ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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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か。萝莉有，我喜欢的是萝莉巨乳，哎，嗯，可以萝莉，但是一定要巨乳，嗯，基本是妞乳控的。欧派大豪啊，欧派大豪，やらしいですね、皆さん。え？去年最高です。何よ？そうですね。哦，要开始修炼了，刚刚打不赢，那修炼的屁用。来试一下各个不同的修炼啊，阿修罗修炼、冥想修炼、有福。魔力を繊細に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ことで、針山に落ちぬよう浮かび続ける修練。いいね。繊細なコントロール。ニューコーンですね。苦手なんだよな、そういうの。案ずるより有無が優し。对，这些魔王都是大魔王亲戚。这个 Reader 1180应该非常清楚，厉害哦！感谢你的解说。对，因为我对游戏真的不是很熟，但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设定的。秦光，你说的真好啊！嗯，那才是王道。どうでしょう？超成功ですか？我大神功而已。你基本上魔王真的打得赢吗？噔噔噔！就是这游戏基本上有点像在玩参数的调配，你知道 ？HP 我刚 ATK 够强 ，DEF 不行。魔法攻击跟魔法防御率，我刚刚是中魔法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统帅力，嗯 ，MP 跟 HP 是要扣钱的，那扣点数。Publish， Smash Team， 我不够。早速ここに。これは。これでもまだ本。模具研究室。気にしないで。嗯。あなたにはで。啊，对。
千古圣雄，谁能不喜欢欧拜呢？没有耐心很难玩下去，我真的就已经没耐心玩下去了。选一个好了，这比较便宜。これでいいの？いいですよ。他に用？研究室，研究室买而已嘛，三千块，我不要。买武器，新品。阿潘朵，买一下好了，至少防具装一下应该会好一点。これでいいの？新品軍手。これでいい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这个的。HP 小回复，补血的。这个能买八个。これでいいの？好了好了。这个呢？回复 MP， 三千块太贵了，不要。じゃあ選んで。他に用また何かあれば来て。よく来られた。猛打攻略。どうでしょう？强化成功啊，超大成功。又可以去那个古挑战了，那出来打两下我又被干掉。三次元你喜欢刚好这样，いいね。それで、それで。那刚刚该挖不出来，他的建议如何？随便他决定，感觉还不赖。まだまだだ，还没还没。まだまだかな。だが。よっしゃ、经验值获得。また明日な。哦。一天又过去了，看这游戏直播不会很无聊吗？有点计算错误。お前が以前に比べて。確かに嬢ちゃんは嬢ちゃん。マモン様は。那目前我现在用这个角色的大小，你觉得 OK 吗？マモン。就是以二次元来讲，还是越大越好。さすがマモン。いいね。哦，哦，为什么一定要在胸口缠一条乳带？吼，真是令人遐想。哈？哈？感觉游戏有80%都在讲话呢。真糟糕！哎、欸，去！特别跟喜欢这款游戏类型跟他的作品的玩家说声抱歉。我现在也要送这游戏。呵呵呵。因为他设定真的还不错，很有 feel。有些朋友我去买他的设定器。不知道各位知道这个设定集是谁？你嗨哟桑，打钢龙也跟你哦嗨哟嘿，讲话也不能进化变别的，我们去千仞之谷看看。嗯，再次挑战。特别赫斯提亚是像，有没有照片可以对一下？嗯，不下嘴的话，大咧咧比较赞他。Fox 有你的，其实这攻击不能乱走，但是 Skill Smash 冲刺，只有一格，走过去马上被打一下 ，Cash 我的灾94万，来不要紧，至少要战斗一下，但这跟地层怪物很像，地层迷宫游戏说错。糟糕，他没有办法往后。我可以不要走吗？等一下。好，来砍你一刀了，来等你过来，过来，再过来。好，偷偷这样打，耶呼！哇，中毒。敢那走一步就扣一万，扣74万。我太严格。啊 ，shit！
欸，可是我的 HP 好像还好。哦，可以斜向攻击，好。欸嘿，哦，敲到底。我是喜欢那个 Kira Kid 的那个什么黄什么东西的那个女生，就是穿白色的 Kira Kid， 我不知道她翻成什么，什么龙什么翔，是不是？真抱歉。欸，有宝箱哎。哦，不错，有道具。欸，这游戏真的不能乱走路了，就咒一样的。哦，补血。哦，对 ，Kira Kid 的会长，そうです。那个暴露实在有点夸张，真是超酷。那基本上是封城英雄嘛。哎，啊，不来不来，等你过来，过来，一刀毙命，来。一刀毙，干，真的会中毒，要扣钱了。我没钱啊。那种下一层吗？等一下，先打宝箱。对，有点像特鲁内克呢。对，鬼龙院，那念怎么念？弥月哦，还是什么月？我下。三千多万的攻击，什么鬼？这是魔王都叫赵丽，那个赵丽翁了，是不是？哦，发生什么事啊？失败了，因为没钱吗？好，不过有拿到经验值 ，OK。よく寝て気分爽快だぜ。そうですね。刚睡过 ，favor 中，无限连段的对吧？有，无限练成一下，那，这个没试过。サツキ、あ、サツキですか。はい。キリウィンサツキ。わかりました。谢谢。刃はどうでもいいんだよ。問題は。ムカ。ムカ、ムカつく。ムカつく是不爽的意思。生气。じゃ、行くか。よし。どうでしょう。超大成功。わ、真的。哇哦。修炼完成。又有特训。哦。哦。よろしく頼む。よし。哦。看一下你说那个图的连结，到底长什么样子？遠慮せず来ていいぜ。嗨嗨嗨嗨，这个角色我知道了。Hestia でしょ。これいいね。超红的，他们一堆人在弄那个袋子。上次我跟库尼分享的就是这个图，すげえ。これ。あっぶねえ。スキル。一点突破。反正没有走到前面，我会死啊！靠腰。一点突破。哦，这是九万，有这么多的数字，现在你们再来一招 ，skill smash， 冲撞，靠背，我被撞歪了，そこだ，そこだ就是这边。就是比如说你在敌人在打的时候，他突然就看到你的肉的啊，そこだ，就砍他的那个位置，就是我要砍这里，或者是嘿看我的，可以也可以这么翻，哦，这个直线攻击，打不，干我快死了，补血，没有补血的招式吗？使いますか？干那还是要算，错赛呀。そこだ！这首跟 Wiki 上讲一样，そこだ！え？
看这是什么弱爆的魔王，在我手上玩完全是一个 bug 卡，真是抱歉。可能这边应该很快就会让他变成新台币，变成新台币又回来这样，钞票出去，然后钞票又再回来的感觉，有这个有这预感。完全。干这个隔壁发飞塔，就直接发手机游戏就好了，这太过分了。手机游戏再卖个500块，我会买。嗯，要卖到1600，真的好痛。这游戏真的太贵了。嗯。この体。而且你要顾很多，你要让那个你的魔王休息。等他叫我去上。萝莉的。哦。对对对对对。あとね、ハムハムするマシュマロ。持って帰りな。なんで？嘘だ。あのな、おじさんは忙しくてそれどころじゃ。できませんよ。血糖値のことか。それきっと。ダメだよ。ルーシェのやつ誰が喜ぶんだよ。どんな教え方を。だからおじちゃん元気出してね。おじちゃん。ごめんね。おじちゃん可愛いね。何のことだ。僕だから。何をバカなことを言ってる。你在说什么傻话？だっておじちゃんそんないっぱい怪我したら。もう痛くも。俺が今も。ない。ちゃんと分かっている。对啊，这是。魔界里面年纪最小的魔王吧，所以他就叫他叔叔啊，叫他叔叔。啊，おじちゃん。おじちゃん。そのまま口を開けていろ。啊。要喂他吃那个棉花糖。マシュマロですね。こんなもの。あ、まあ、なく。糟糕，这是一个。妹控的魔王吗？絶好のお宝ハント日和だな。フィーバー中。省一点能力哈。ATK up。啊，升等级是没有极限的，是不是？HP也多加一点。哦。可以加到底了，加到1000万了。900万就好了。啊西。乱加一通了，管他的。おじちゃん、おじちゃんじゃねえよ、ひょうくん。これ。あの。赤にしよう、黄色にしよう。お、看来应该是买到错误的东西。じゃ、お疲れさん。だん。なんか眠そうな顔してんな。我来千仞之谷再次挑战啊！没有，不够。盆休み。腕が鳴るぜ。超大成功。じゃ、お疲れさん。天数过得真快。今日はどうすんだ？能力アップ。よろしくな。よし。然后呢？发现了一个停刃，挖挖看。じゃ。嗯。哦。哦。哦。おじちゃん。啊。よし。我要得到1000万。また明日な。我要打仗，一定要修炼一个月的。
哦，一个月后马上要再战斗啦，多一久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赶快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买。买满不能再买了啊，对哦，我装备还没有装上去，搞不好装会好一点。装备新 set， 对嘛，应该没什么差。item set 已经设了， set 是我来挑战魔王，然后又是一击必杀嘛。欸打没打哟，移动型技能一点突破和这个的话是使用后魔王会移动哦。看来这游戏真的不能乱走路，糟糕。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倒那个王啊，那个很大只的那个，这个就是赵丽翁吧。对，这是攻击的范围距离。太短了，先走再说好了。都塞都塞都塞，そこだ。看至少连让我连王都摸不到是怎样？我们那会爆炸。こっちもします。あぶないあぶない。ちょっと怖い。能走到魔王都已经偷笑了，等一下。那会爆哈，对。哎呀！啊，被砍了！啊，按住 ！shit！ 哦，有机会走到魔王了，要绕过炸弹。魔王那么大的声音，我们也太可爱了吧。Come on, come on。OK OK。哦，魔王要前进了。等一下，这攻击范围。哎呦！必杀技一点突破，太短了，那么短都不行。哇，没别招，就是这两招，那就慢慢靠近好了。哎呦，哎呦 ，what？ 哎呦，还好是中间发射，糟糕。快点，快打魔王了，魔王就在前方。没中，好险，没在格子内。看这个，没走格子游戏，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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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啊！哎呦，没中没中！看我们要往前走了。Oh shit！ 啊不，没事。哎呀，连击！还好在范围外。走不进去。Shit！
我要打王。嗯，没有，好恐怖哦！雷格都会中，嘿嘿，多小，不管了。哦，有机会攻击阿霞，连打啊！还有还有还有！啊，我们没钱了，赚点钱，赚点钱。啊，没中。突然间扣那么多钱，对啊，这个游戏如果做 2D 就很不错了，而且直接做成跟横卷轴过弯边烤边砍不是很好，也有进步了，走到前面去了。然后我发现他整个的游戏的回合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哦，没有什么多加其他的一些丰富的那些内容、嗯，其实可能这样子他觉得就够了，对、啊，光是去升这个角色的等级，研发一些装备跟物品，应该是这游戏里面比较主要的一个乐趣跟特色。对啊，然后看怎么样去攻略这个魔王，也是这游戏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点。Present 图鉴，好友图鉴跟那个。音乐鉴赏还没有开放，很抱歉，都没开放看。那、啊、你再去一下千面之谷，感觉不够。想修炼。超大成功。魔王探索。哦，よし。嗯。じゃあ。お。感觉赵丽蓉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哎，不好意思，因为这游戏我玩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换一下片子，玩快打旋风好了，好不好？打一下是 Street Fighter Ultra Street Fighter 4，然后看我被电，嘿，我这次是生日间买了一个很好玩的小礼物送我自己，就是这只，这个叫什么？好像是苍翼末世的手把吧，因为他有看他店家有拆开来卖这样，你看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像眼镜？有没有非常数位化？错，咸蛋超人啊，不是，靠！对啊，就是六件的那个格斗手把。对，那你说摇杆如果太大很麻烦的话，我觉得拿这个无聊打一下可以。可是基本上练用这个手把练，应该是练不出什么鬼东西来。嘿，单纯可能是收藏，嗯、收藏的。好了，赵丽蓉，我觉得就到这边了哦。就是对喜欢赵丽蓉的这个朋友们，跟大家说声抱歉，玩的不是很好，因为他真的不是我的菜。但是我为什么还买他呢？混账！我以为他是有点算怎么讲 RPG 偏重的，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啊，刚刚讲《机械大战》那一种类型。对啊，看来不是呢，不是我就头很大的哦，我都不要胜了，居然是养成战略游戏。嗯，这东西是非常苦手、嗯。好，先把这个过场过完。现在已经在开机当中、嗯。
よし。やれやれ。結局なんだったんだ。自動跑。ま、なんだかんだで心配してくれてんだろ。そうなんじゃねえな。ずいぶんと乱暴な心配の仕方だな。らしくていいんじゃねえの。それにルーシェの言うことにも一理あるぜ。いくら油断してたって、あれくらい避けらんないようじゃトリリオンに勝てねえだろ。もっとも前までの俺じゃ今のは避けらんなかった。前回じゃ。なるほど。その分の成長は確認できたわけか。なんかさ、近頃は普通にしてても前とちょっと違うんだよな。ほう、どう違うんだ。肌に触れる空気の動きっての、そんな感じのがぼーっとしてる時でも敏感に感じ取れるんだよな。うん、魔力が常に安定した状態で全身に満ちている証拠だろう。やっぱこれもお宝ハントのおかげだろう。真的呢，我生问快要过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愿在？当然是希望之后能够赚更多的钱呢、啊，对啊，或者是我的实况能够更好，然后得到更多朋友的回响，然后可以有更多喜欢日游还有喜欢游戏的游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是我最期盼中心能够达成的一个标的。做游戏呢？而是做游戏，我真的有一点点的疲乏了，嗯，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工作了。我喜欢玩游戏，可是游戏开发，老实说，跟做游戏跟玩游戏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真的。对，我许了一个粉丝团破千的愿望，拜托，才差七个人而已，麻烦看帮我一个忙，找你的亲朋好友让他破千一下好不好？感谢各位，嗯，好不好？感谢各位，谢谢。等一下，好不好？这个有没有加分？模仿，真是。这那么长，这过场先给它结束掉了。没错。看一下，那你就到这边，结果他过场超多，是啊。好的，要强化的。我跟他其实后面有一些功能越来越慢都在开放。好啦，这个就是我们的魔坏神赵丽翁这款游戏，嘿。那我自己个人给他的游戏的一个定义，就是他的设定非常的动人，我真的蛮喜欢他的设定的。对，那游戏性来讲的话，他比较是变成一种所谓角色练成的策略 RPG 的这种游戏，对，所以他比较像是特鲁内克或是风城英雄这种 game 的类型。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类型的玩家的话，我觉得可以拿来买回来考虑来玩玩看，挑战看看这样，好不好？好，感谢各位，稍等一下，我先换个游戏。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是《Ultra Street Fighter 4》。哦，先听一下，有没有？我要先换一下那个端子，稍微画面会不见一下哈，白水。Street Fighter， 你今天可能又要被电很惨。嘿，看一下。我要调整一下，画面不太一样。哇，跳走了，这多么的。看一下画面有没有，画面出来，哦，有了。OK， 风城英雄其实就是以前很早超级任天堂，那时候最早应该超任吧，我记得推出了一款游戏，它可以说是
一款叫做地层 RPG 的游戏，就是一直往地下一直走的那一种迷宫，然后你这一步一步走，那你走一步怪兽也会走一步，就是类似这样的游戏。哎、欸，然后后来又是勇者斗龙的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叫特鲁内克，那他主要就是接了那个，好 Super Street Fighter 4，我再来用格斗手把来玩看，格斗手把应该是挫败的。嗯 ，Street Fighter， 噔噔噔噔噔，好，大家可以看着我等一下怎么被电法。Come on！噔噔噔 ！The world's fiercest fighters await. Will you be the last warrior standing? Ken， 本来爱用 Ken 的。噔噔噔！啊，こっちは順調だ。Yeah, cruise ship, sir. We're in for an incredible fight. Which one of these two will walk away a champion?Are you ready? Fight! Oh! 不错，手法还蛮顺的。哎，摔一下。OK。哦，大刀威门真的很棒，你看一下我手把。香烟男一位啊，马上被挑战了。今天用手把大家干。看上，看上，好六六滚，阿龙，呀、转946匹，这是来跑来电我的，来给你电啊，来来来来，干他妈的！Go you can! Ah! Oh shit! Ow! Ah! 这玩的拇指会不会痛？我觉得还好哎。要被连断了，干他了！耶、yeah, 哇、啊！阿龙你会太 GY 了，给一点机会嘛，不要那么机车嘛，这玩家，好不好？哦！耶、yeah. ！完了！Go Luke! Ah, 完了！对，对，我的封号是肉先生大好的，不是肉先生的，肉蛮的，你肉蛮大好き，我喜欢吃肉包子的。好，输了，你看，很坦然的面对失败，好不好？今天好像。有那个游戏采访记者采访小象，他说他的经验就是来自于失败，失败中得到一些经验，所以输了就输了，终结怎么样，好不好？就是要把经验学起来，但是讲得非常好，但是我根本学不起来。你要练 combo， 对，他说的没错，要花时间去练才行。
不要都跟别人打，不要沾沾自喜的跟电脑取暖，有没有？我靠！我靠！电脑还不让我取暖，你看看，多么残忍家伙！国建，你说你在你快打开一台机器下面有字幕，快打解说。哦，好，感谢。Oh shit！啥？这是超必杀技要完了，刷赛！你这如果要按三颗钮的时候，真的太精了。对，不知道有些朋友是这样玩，就是拉着这样，可是你重量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啊线！对，新买的。哦。啊线！我的妈！OK， 还 OK 了，打电脑绰绰有余，跟能打就刷赛。耶！噔噔噔噔噔。Oh shit！ 有人要电我了。阿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这个同学应该是很厉害。哎呦，他是用那个呢，打库达的只有。打库达。好来。行きます。Let's get started. Fight. Hado Kiss.对对啊，连招了，连招了！刷赛，刷赛！我靠！干！啊，我胜了啦，好厉害啦！那我的把头啊嘛 ，You good？哦，奥利奥利奥利啊，来过来呀！干！奥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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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过分！Sakura wins. Sakura fuck！糟糕，我是个没品的玩家。我管人输了，所以下一场会更好。South America, Cosmic Elevator, Destination confirmed. 电脑来，不会连乱，只能被线上垫脚，真的真的。Are you ready? 可是连到要花时间练，真的。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没有灰心，我只是有点难过而已。只能打打电脑。对。しっかり練習してこい。Pick up the pace.
有在 Holy 有出那六件手把对，可是后来他就没有再进了，你知道吗？所以甚至看到我一直想买，后来没买，然后后来快点先锋出来，我想说买一下就没有了，就后来看说好吧，那既然圣骑士这一支有稍微支援，抑制一下，买一下玩玩看这样。哎呀，又有人来电我啦，来吧。Who will bask in the glory and adoration that comes to be declared the world's greatest fight? Wow, that's cool. That's cool. South America, inland. 各位，我真的打不正好，输的话请不要见怪，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你要慢慢的去习惯这种。我靠，没了。连断连什么断呢？要连断，他妈的！干你手把会吐血，我不前进了呢。干他失败了。哦。看，撑住，撑住！啊，碎！漂亮！不行了，这个我发现了，就是手指头不够快，一次只能管一个按钮，你要立刻换人蛮难的。我那有点断了。我险！哎，欠米这一次真的很讨厌了。我险！看这个不行，手把完全不能用凯尔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啊完了 ，get over。啊！这不是欠迷，这是另外一只。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干！我要换摇杆，混账东西！等我一下。虽然换了摇杆可能还是输，但是至少有一些基本招不应该发不出来。看这手把花了，这我的钱根本是白花的嘛。好吧，收藏品。Josh。OK。South America, Cosmic Elevation, the stage of battle is set。看，真的是逼我要去练连段。打得好火大！摇杆真好多了！我操！多快乐啊！你们电脑在欺负我，搞什么鬼？
真龙拳。哦、oh, shit！ 电脑你要欺负人呢、欸！啊！你怂了呀咯？手榴莲吧！是啦！换一个摇杆差好多，但是也不会差太多了，跟人家打的话还是一样。对啊，不会连段就是死。没有 combo 就是死，就是 game over。嗯，好，不管，还是要打一下。尽力的哈、哦。那等一下下一场应该就有人进来要挑了，准备好 ，ready to stay。一个。那赶快入手啊！我们来练一下，给你被他电，我很开心的。来救援，光红大亮了，对。大不了我骂干，阿德酷，阿德酷，阿德酷，刚刚那个他的剑，我感觉是帅帅去的。260哎、欸，这个难度，我的战机也够低的。我穿的有没有像金正恩一样是这样？他们说。啊 shit， 这腰，靠腰的，中啦 ，motherfucker， 干 ，shit man， 上一个铺路，是啦，拜拜。哦，那个打到又连段，就是直接摔了。干！打不掉。All right， 漂亮！哎呦！啊，完了，又是这个，碎！看这一段就是接连段。哇，漂亮！喜欢跳就对了，来啊，再跳啊！干一同一招再来，妈的，我连发气功！啊 shit！ 让我摔！我靠！啊干！Fuck you, man！ 再见，耶吼！打爆他！混账东西！一招想打天下，我也是有一招，好不好？哟西！混账东西！欺负小孩也不是这种方式，对不对？开玩笑。阿里酷！All you can. Ah shit. Ah,
跳机了，我靠，中一下，拜拜。加分舞台。马上让我加个分都不行，就要电我。阿里库。一千多分了还要欺负我，靠，又来了，我靠靠靠，好帅，好，完了，拜拜啊。我靠，完全搞不懂。漂亮。我靠，这个剑好玩的吗？真的真的真的没办法。厉害！我这只要一空档就挂了。这个！让我好好摊分嘛，好不好？一直来挑战我。残念，嘿，开始，我已经尽力了。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谁耶？又是你，电脑雷真讨厌。飞来飞去，非常讨厌。Adolphus!
好还是超不下去。打完一场，大家觉得我太弱，我不敢再挑了。Melody， 你在Terra Research Facility。空军。The battle has begun. Fight！ 阿东。油油的先生。阿东，阿东，阿东。哦。杀吧！预备。我靠！哇塞！我靠，被你俩干掉了！我操！我靠！这个电脑为什么异常的一直在干？刚那个啊，刚那个要打赢我的，好讨厌哦！我是阿里啊 ，OK。这开的太快。打完了，跳过去。哎呦！啊 ，shit， 碎，可惜。这招厉害！我靠！哦 shit， 这速度真的超快！我靠！帅！酷！再见！厉害！
恩刚本来可以赢他一场，真可惜。又酷又下班了。这个黑色的爱真的是蛮黑色的。这个。Unknown. Jurassic era research facility. Kunjo. Let's get started. Fight. Adolphus. Oh shit. Adol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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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lphus.マルチプレイバトル。Entry battle。你去加入人家的那个对战局好了。Team battle。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打。国家的，可以进去看吗？不能看了。哎，不能看了，那就没有意义的。等一下。线太远，用这个好了。欸、没有了，好，现在大家都自己开，不敢再开。Online training， 好，来跟人家 online training 一下。没有人要 training， 大家都要对战的对吧？那么残忍吗？看到没？金价都没。然后每个人都要打认可的对。Come on， 去！看着我要被电啦！阿良，这家伙不太会打哦。糟糕，我这样是在欺负人吗？真是的，不好意思哦。哎呦，被他打中了，我靠！帅，漂亮，绝对不能大意。干嘛要刚让我？果然是让我的，你看。
帅哦！哇，漂亮！干，那让我的！Shit！漂亮！动一下，靠背，哎呦呦动。吓死我！如果没有中，我就完了。哇，好漂亮！哎、欸，我干嘛 ？Shit！ 太保守了。漂亮，被他猜到。妈的嘞！哇 shit！ 啊干 ！shit！ 厉害干！我连这基本技能都没有弄好 ，shit！ 我输了。哟西！继续挑战，挑战到十二点就可以休息了。今天我的生日也过完了，感谢大家。噔噔噔噔噔，干，怎么之前跟人家打，发现我自己的反应能力怎么那么差、啊？好差哦！天哪，酷吉桑，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还是用我喜欢的阿 Ken 结束我最后的 fighting， 敢 Hugo， 敢用 Hugo 就是很快就可以把我干掉了。电到爆！哦。哦，碎！痛，超痛！我靠，照抓不误哎！
哇靠果然不同凡响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的耶那距离拉得好不好刚刚好啊靠杯咧哇塞拜拜哇输啦哇人家奖杯拿100多耶好厉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电爆了好感谢各位不知道今天快兄输的状况大家还开心吗为什么我生日要搞到自己被人家打得很惨不会啦开心就好对啊快兄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不是输就是赢了输了就输了对啊赢的话也不要太嚣张输了也不要太灰心这个我知道对啊好啦在这边还是感谢各位就是能在我生日这一天来跟我一起看我的实况的部分我相信各位也是蛮喜欢游戏的一些新的资讯的话我这边还是会持续跟大家介绍一样然后这礼拜呢原则上我明天因为礼拜四对不对明天礼拜四的话我跟库尼桑会一起实况是什么东西实况新的 PS4 的一款下载游戏那请我会跟他一起玩的然后可能明天的话就是一样是在退学部分请跟我们准时收看一下我们的日本大游民的实况直播好时间基本上应该还是9点左右吧如果有开台的话请各位注意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这样好不好好啦感谢各位那就晚安祝大家有个好梦也希望呢我的快打可以日精月异越打越好我看是蛮难的因为我没有在练好啦OK 感谢大家最后一分钟我的生日就结束啦所以我又迈入了下一个感我又老了一岁了真是烦了对啊今年的话虚岁已经40岁了40要不惑但是我非常非常困惑对啊电动打成这样也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好啦感谢各位先跟大家说晚安然后明天的话记得晚上9点左右也是在 Twitch 这边我会直播新的 PS4 的游戏请大家记得过来收看哦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晚安各位拜拜